大家好，这里是中印茶室。今天是周末，我现在准备去拜访一位好大哥，他的私人茶室。他那边的装修风格跟陈列摆设啊，非常的精美啊。因为每次去他那边都有茶友或者是客户在那边喝茶泡茶，所以不是很方便拍摄。那刚刚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有空啊，而且他一个人，所以我今天就带着镜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那边的装修风格以及陈列摆设，非常有意思啊。他那边的茶具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这家幽兰阁，你去哪里了？啊？方便拍摄吗？啊？方便拍摄吗？随便我拍啊。你什么时候门口又换了一朵花了？很漂亮。这是真的花还是假的花也不知道，红的。什么花？这个真的假的？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福州市连江县广头镇。说到广头镇，可能很多福州人都知道，广头镇是连江县的一个小镇，但是这个镇呢，99%都是华侨啊。哦，好的。拿什么好茶？真钱道。黄铜器。这小鸟你刚养的？别人送的。别人送的？会不会好养啊？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今天走的。哎，每次来你这边都太舒服了，你这个环境。准备泡茶吗？对呀、啊。参观一下呗。很漂亮。跟我一直很喜欢你这个茶盘啊，你这个茶盘是那个什么什么石头的？国化石。国化石啊。嗯，我一直以为是那个什么木化石啊。木化石也可以啊。啊，这个国化石跟有点像木化，有点像木化石，也很漂亮。这贵不贵啊？那件好像1000多，1000左右吧。1000左右，那不贵 啊。对啊。那这一间，这一间看电影的。哦，私人影院。这你私人空间呢？那你平时喝茶都在大厅里面？对，平时好像要么靠近，要么就是这边。这个摆设是很好看，但是我感觉这里坐的话不随意啊，是吧？不是要呛，这有点像日式的。对呀、啊，也要绿色的，那就是我们这边过去唐朝那边过去的。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啊。啊，这边摆的都是产品。真钱道，哥，真钱道是你的品牌是吧？嗯。这怎么漆器的一个茶盘？啊。那试一下那个牌子。啊？喝在你这边喝什么茶都可以啊，喝便宜茶也可以啊，都很舒服。便宜茶也舒服。是啊，主要环境好。你最近都是怎么半夜三更搞直播啊？没有啊，我哪有哪里是没有那么无聊那么经常累死人，直播只是兴趣。哎，你这个茶盘也很漂亮，我发现你这里好几个茶盘都很漂亮。其实我很喜欢简单的，或者我不喜欢木头茶盘，我喜欢瓷器的茶盘或石头茶盘。它有文化在那边吗？是文化底蕴在那边肯定。哥，你这里装修花了多少钱啊？10万。装修才花10万，那里面陈列的物品里面的那不算，那不算啊。那空调七七八八 ，CIC 啊，大概投了16万左右。就硬件设备16万，就装修加上那装修10万块钱，然后七七八八东西，空调买一下，七七八八买一下，大概5-6万的。那如果里面的茶具啊，什么这些真真假假的东西加进去要多少钱？5-6万吧。5-60万啊。你这个有这么贵吗？你这那套茶具要8万多吧？哪里啊？望远道路现在四方的那个，现在讲到8万左右了。什么茶具8万多啊？嗯，这个啊，这个啊，隔壁的，这个啊，对啊，这什么茶具8万？望远道路啊。这怎么打开啊？上面东西打碎了。
你什么八万都让我欣赏一下。那望远镜这个怎样？拿出来参观一下吗？你花八万多去买一套茶具啊？怎么那时候买的便宜，这时候涨价一直在涨啊？这什么东西能值八万多啊？值，兴趣啊。兴趣那也是啊，你要说兴趣它是镶金的也不值啊，只能说兴趣值这么多。对啊，就这一套吗？是吗？对啊，这一整套。这一整套八万多，你用过没有啊？有用，我都一直在用，买回来就肯定在用啊。不用买了干嘛？哎呀哥，这一套八万多，你八万多给我，我帮你买好几套。那你不懂，望眼造物的东西啊。望眼造物，那这个也好几万。杨云超老师的，杨云超老师的，嗯，这啥东西？建水，这个温九七呀，温九七，这也让陆望总啊，没有啊，这块什么时候我们开了给他喝的？可以啊，对，这个好几万是吧？那套三千吧，一炮三千啊？啊，用的壶都比较贵的。这什么壶啊？银壶啊。银壶，这个银壶要多少钱啊？这市场价两万多吧。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是两万多啊。我什么时候带你去人力会老板娘那边看一下？人家随随便便一个壶都是七八万、六万，这个也八千多。这什么铜壶啊？银啊。这银啊，怎么都黑了还银啊？它就是做旧的。做旧的。嗯。下次随便来挖一点什么东西。这个茶盘哪里买的？很漂亮。这个景德镇吴志明老师那边啊。你这个卖了好几片出去。这一片贵吗？市场我们那边去哪便宜？我们大概在一千多块钱，市场三千多。三千多啊。嗯，你现在都不用公杯，用碗了。嗯，平鉴碗。在这个地方我就用平鉴碗，这个地方公面的地方我就拿来平鉴碗，对不对？是。这杯子啊，鸡蛋杯。这样怎么样？可以啊，这个就是太贵了，要不然我就是太贵了一点，要不然我跟你拿几个回去用。就总共我就五个。我很喜欢这个鸡蛋杯，为什么呢？它正好拿着合适，嗯，然后又薄，香巨香。嗯，我当初是叫他做鸡蛋杯，他给我做错的。你那里什么水缸又拿了一个？对啊。啊，这两天给你那边。这很漂亮。就改天有这水缸也帮我拿几个。几个？这哪一个都不好意思，你拿几个？这很漂亮。这个拿回去养花养鱼很好，养鱼可能不适合。不是养鱼，明天拿去养那个荷花。荷花是吧？很漂亮这个。明天我你把它放进去，我就放在门口。你明天出国了，这个没用了。那的，嗯，我出国了都给你。那你赶紧出国。我出国都给你。你钥匙先给我。没事，我出国之前我肯定会交代你一下。你钥匙都给我，我帮你留着，我帮你看着。不被别人拿走，不会，放心，答应给你，这话是。你这上面这些杯子啊，嗯，到底有没有人在用啊？还是新的杯子啊？新的杯子啊。啊，不是客户的杯子啊？不是，你去卖。啊，卖了好几个。啊，你是新的杯子拿去卖的？对啊。这里面没有五十个杯子？不止，大几十个。好像七十。一筐都六个。你像这种一个杯子卖多少钱了？这个一千了。一千多，啊，你这里都几百以上呢？对啊。哎呦喂，那这一个壶多少钱了？这把进价几百吧，忘记了。这么贵啊？没理啊，神经啊。这个杯子巨香杯也挺漂亮，这个多少钱啊？这个300多块，三四百。漂亮是很漂亮，也很贵啊！你这里神经，你知道漂亮的肯定贵啊，自己做这行的不
这个也很漂亮，这是什么枯木逢春啊？啊，蕨类这个是啊？对。